法令宴客家合唱团系受到日本重庆飞机邀请，从明年起在东京登台来演出。不过，其实一个合唱团系新年初三早晨出发的，基本是渡河系渡到为太地图，结果出街嘅行程就受到嘅影响。两面系受到台日两地嘅乡亲来听书，能总算顺势嘅完成一番嘅表演。同时，今年系感受到日本当地对法令太地图系怎么关心，还有对客家。金歌演出，每怎么倾听？中秋表演六条荷塘的客家歌，发连客家合唱团二十七届团员，初摆到日本东京客家自雅精彩表演得到懊恼。其实合唱团新年初三造型，从发连初火车为管道突然寄冲的时节，就拄到台提通火车天使的载清，差一时咧无法度出轨。经过经典动用十八时来接送，站到最美的时节，坐到飞龙机，也被日本东铁接机团东京站。你一无想到记得啊，用设计啊，叫毅力哈。嗯。按照东京啊，看到记得出现的时间啊，色彩上啊，亲像个男是男艺人男艺人。我伫外国看到自家嘅故乡啊，我哋好做在做嘅事情，就系老安尼，美好优美嘅客家歌谣，伫日本好好来表演。是怕俩今年议论日本天使团波涛动荡发连提通个消息，退票团表示多动体，无论是合唱团个新人，也是日本民众，都强用安关心退完提通个再亲，希望做得顺利抢救。今年公演应该还在能登半岛提通退完政府马上个捐款捐很多啊，所以他很感谢，很感谢我们爱你退完你了。民国九十七年，新立界发连客家合唱团系东岛白得到东区客家歌谣比赛优等嘅代表曲。了摆克服安岛提通嘅困难，去到日本表演推广客家嘅任务之后，也准备转到台湾关键为处理提通之后嘅家乡环境。客家新闻方小琪发连报道。